为了提供迟缓而更好的早疗服务，新北联医三重院区特别成立儿童发展联合评估暨疗愈中心，把原本分散在各楼层的早期疗愈空间全部整合规划到一楼，塑造出充满童趣和艺术的就诊环境，不但降低孩童的就诊恐惧，也让家长不必再东奔西跑。早期治疗这个领域过去是散居在各个科别，所以家长来带着小朋友来治疗，他往往必须要到不同的楼层啊，不同的科室去做治疗跟评估的动作啊，所以会造成家长的惶恐，跟小孩子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啊，所以我们把它成立一个联合的一个评估跟疗愈中心之后，那各个科也整合起来。整合的早疗空间包括职能与物理治疗室、语言治疗室、心理评估室与治疗室、会议室以及大书阅读区，供孩童看书阅读，更有10位医师、11位治疗师共同服务。医师整合起来的力量也比较能够完整的评估我们在早期发展迟缓儿童他的整体的一个状况哦，然后可以更加有把握的这个施以相关的这个治疗跟这个复健哦。新北市副市长吴明基提醒，0到6岁是孩童脑部发展的关键期，家长如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有相关疑问时，不妨到新北联医进行综合性评估，希望及早发现，及早介入治疗，让孩子能逐步跟上发展的里程碑。记者伦宏采访报道。